台南市一直以来拢在为学生的营养午餐来做着努力。伫一摆一再学年度，台南市的学生午餐每一年会当供应超过130,000学生，主办率超过93%，联合供餐比率为75%，伫六都当中排名第一。伫这个学年度内，金钟满道北门这两间偏向国小的中央厨房正伫改建。108年到111年之间，成功争取5.7亿元。来做整个我们中央厨房改建的学校，整个新建的就已经有6所，那我们改建扩建的有20所，这个都是全国争取经费最多的县市。教育局指出，110学年度的联合供餐比率，甲顶一个学年度相比，提升了32%。另外，为着提升学校营养师的编制，近三冬来增加22名营养师，总计目前有78名营养师。唔但维持人工的长期稳定，同时落实学校供餐各方面的运作，推动中央厨房，集中采购、烹调跟配送的理念，来确实把营养午餐，整个营养卫生。安全这个部分做得最彻底。在食材品质的部分，拢是优先选用3张EQ 的小碗食材，同时为着让学生吃着美味的营养午餐，台南市近举办学校午餐厨家比赛，让厨工真正厨家，强化了食安，搁兼顾午餐口味。未来教育局也会重视农教育用餐政策当中，并结合各教处为学生的营养午餐来把关。台南市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。